怎么这么快？我靠呀！哎，先那个球棒。球棒应该不会怎样吧？打棒球啊！打棒球、啊。Hello， 各位大家好，欢迎来我们今天的游戏实况，我是老皮。我们今天要继续来玩准备先生、我们继续上次的旅程吧。然后上次的旅程其实蛮有趣的、你知道为什么吗？上次那阿嬷被咬死了吗？那个没有被咬死啊，但是那个迷幻姑阿嬷，她这个叫我们解完任务之后呢，她给了我们很多种子跟那个。对，所以我们今天要来干嘛？我们要来种田。不是种田啊、哦，不是种田啊、哦！我们今天来种迷幻，没有啦，不是啊，不要乱讲，好不好？不是种什么绿色植物，然后它有三片大叶子这种，没有，是另外一款游戏的，不一样，好吧？所以我们现在很简单，就是要先去采这个香菇啦，到矿坑采香菇。地上有信报纸、报纸吧？报纸干嘛的？他说报纸只报道最真实的报道。邮递员失踪的邮递员，当地警察开始调查了他们失踪的邮递员哦。不是、你昨天才见到那个啊？对，然后这个，对，我明昨天就有看到他、啊。对啊，他怎么会突然失踪了？奇怪了，矿坑是吧？这边吗？要帮他采八个蘑菇哦。八个蘑菇，不是、老西矿，这矿坑感觉还有在营业呢。你看他灯都还亮的啊。对啊，对啊，奇怪了，为什么会叫我们来这边？有其他人哦。Hello。该死，又坏了！等等，谁那边？不好意思，这是禁区啊。人们叫我准备先生啊，我是一个业余的工程师，你也可以这么说。你也知道，我知道这是一个矿井哦，我不想进去这里边。我是鲍勃，我这边有个条件，如果你能够做对我们都有利的事情的话，我就让你进来。这边是一部电梯啊，它可以通往这个矿井较深的地方。听起来不错吧？对吧？但是这东西又坏了，又坏掉了。你修好它，我就让你进去。很简单吧，等价交换啊。可是他们为什么要在这边，还蛮奇怪的。我觉得应该是某种机会，有可能，有可能。对啊，如果我们的合作顺利的话呢，我会很友好的。他就会be nice 啊。看一下修理又要东西了吧？我猜十个金属，哇，太贵了啦。我们只有三个而已哦。对，我们要去找金属啊。哦，里面很深哦。地下层的概念是不是？而且是不是还可以采矿？对啊，搞不好里面就有金属了。为什么不让我们下去采？所以如果说我们采矿采一采，其实就可以，就不用在那边花钱买金属啦。对啊，不要忘记是在这里。发芽了，发芽了，发芽了吗？发芽了。哎呦 ，Night of Fire！ 等一下，那是不是金属那个啊？金属材料？哪一个？那个啊，这是不是金属材料？好像是蓝色方盒，对不对？对啊，那我们干嘛花钱买呢？我们平底锅拿去拆一拆啊！哇，连柜子被我们拆了。到时候党员就过来跟讲说：“为什么你家的东西这么少？”你家徒四壁，就说因为我单身，我一个人住。因为你又不让我出去工作，对啊、你又限制我行动。对啊。好了，现在是我们的第六天，又要吃早餐啊。这个水要等 CD 完，他们这个水箱也太奇怪了吧？我第一次看到有人家里面的水箱这么夸张的、啊，他可能是地下水啦，对不对？他先打水是不是？对，所以如果说水没有打完的话是不能够用的，不然就是他的水是配给的，也太累了吧？怕你到时候你要去就是自己私卖水啊，所以我觉得你真的要开始收集水。什么私卖水是怎样 ？Smile， 就是你知道党会帮你配给物资啊，你到时候有。过多的使用就有问题啊，对不对？把它拆掉吧，最后一个，这样刚好十金属，对，好，够了吧？十金属有了，不对，这样子我们等一下还是不够啊，我们还要，我们不知道我们还有那个呢，对啊，森林的那个拉杆呢，还有十五个那个要弄对啊，所以你还没有，我们矿坑先修，搞不好里面就有采矿，对，采矿，有道理，有道理，有道理。完了完了，我会先累倒。没事，体力透支。有了，可以可以了，修好了修好了，先跟他讲话吧。我们还会去睡午觉再过来。那东西很古老，但我把它修好了。真的、不好意思，我马上有一个非常紧急的事情要下去查看一下。鲍勃的家，鲍勃的家啊，睡哦。有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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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这样我们可以下去采蘑菇了。对，我们先回去睡觉。先回去睡午觉，太累了太累了。那边好像有什么奇怪的东西。
这什么？这石头带走好了。他说这又这又又沉重又那个、欸，哦呦，好好重哦。重哦，那个蝙蝠是不是会咬你啊？95了，好弱，好弱的蝙蝠。哎、欸，等一下，蘑菇？蘑菇吗？这是吗？哦，黄金。黄金让飞机变成黄金，哥哥大弟弟。先不要，先不要。还有个绿卡哎、欸。哦，绿卡是干嘛的？啊，什么东西？是什么？是什么东西？老鼠，老鼠。哼，好烂哦！我来一群吧，我就知道。完了，来了，没关系，我刚好吃饱还来了。还有吗？再来啊！什么 dead ending？ 拿走。这什么卡、啊？挖矿卡。零号采矿通道。哦，可以到负一层。磁卡，哎、欸，老鼠肉要不要拿一些回家？不行拿、啊，不能拿，它就自动掉到身上。我记得都是这样。没有，我没看到，没有，没有看到鼠肉。它可能那个老鼠比较，对，你知道，比较可怕、啊，怕有瘟疫啊。咦，对啊，就跟那蝙蝠差不多啊。对啊，对不对？怎么会有人吃这种东西？我也觉得蛮害怕的。有些东西真的不该吃啊，尤其是那种传染病比较，有些野味还是要注意啊。对，不是说每个野味都真的能够吃。来。哎呦、哦，好痛、哦！哎呦，哎、欸，还说他很弱，什么咬他十几滴、欸？你看你扣一大格、欸，哎，我觉得我扣那东西是什么，你知道吗？扣什么？扣的应该是我的那个免疫力，跟那个没有关系啊！哦，原来如此。对，可能不是扣我的血，是扣免疫力。是什么东西？不知道。哦，手榴弹，这个是大违禁品吧？铁矿石、欸，哎，铁矿石放不下、欸。先回家，先回家吧。反正我们还会再来啊。对啊。哦，准备要睡觉了。来，该睡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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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有了，又过了一天，又过一天了，完了。明天就要来了，明天就要开始整理了。对，明天就要整理，这里没什么好整理的、啊。好，又过了新的一天，鲍勃的家，我、哦、可以跟他买卖东西耶。他卖什么？建造手册。哦，可以极端大改造。哦，这东西有用哎。哦。锄头。锄头感觉也是很重要、欸，金属跟木头哇，你可以自己做啊。那、哦、我就先卖黄金给他，我想要买那个建造手册啊。好，上面还有两个金属，哎、欸，只能上，哎、欸，为什么不能下啦？还是要设定哪边？这个吗？哦，磁卡啦，有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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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哦，负一层，负一层，我负一层是怎样啊？不寻常的气息，感觉很可怕、欸。采矿机。矿车里面有铁矿石跟石头啊，汽油啦，什么？它需要燃料，它需要燃料，所以这边应该就是我们可以这边弄完之后，对不对？它会自己帮你生产，它会自己采，然后我们就是只要定期过来检查就好了。那看起来是老鼠洞，对，有吗？吗？哎、欸，可以往里面走、欸，进去吗？进去吗？不要怕，我们来这边就是要捡蘑菇的，对。蘑菇这种东西很值钱。哎、欸欸，你家、欸、他家也太帅了吧！我靠！哎、欸，同一类人，跟我们一样。同类，同类。嘿，准备先生，很抱歉上次离开太匆忙啊、哦。那时候准备检查一些东西啊。嗯。非常感谢你修好电梯啊、哦，让事情变得很简单很多。这是他家嘛？对。来这边又有什么事啊？嗯。我说我只是在随便参观参观的啦。嗯。好吧，当你参观的时候，你可以帮我找夹克吗？我把它弄丢在矿井某个地方了。它是红白相间，有点脏哦。OK， 所以要帮他找夹克。嗯，矿坑里面有某种生物啊，自己小心一点。它会移动，会咬人，然后会把你身体拖到什么东西啊？是这样的东西，大到可以把人拖走。这个应该是已经那个了吧？会不会死亡之爪？你玩《一城余生》应该知道死亡之爪。搞不好哦。嗯，矿坑里面它有辐射，对不对？我们再去看看吧，底上这个应该是蘑菇喽，亮亮的蘑菇。哎呦，三个，水啊、哦，好多蝙蝠哦！不可能，我不会让它咬到我的。好，很痛哦，咬到这个不止痛啊，中了中了，确了确了确了确诊确诊，确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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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哎、欸，好暗哦，手棒好像快坏掉了，你有发现吗？它越来越红，越来越红。那它没有，它进化了，沾满了血腥，对，它进化了。我发现你被咬到之后，你已经开始
看什么伞？没差啦，反正就吃吃东西就好了嘛。受伤这种事情，不是涂涂口水就好了吗？涂口水就好是不是？对啊，口水抹一抹啊。被蜜蜂叮到，尿狗一狗叫。对啊，撒泡尿沾一沾就好啦。老一辈都这样讲啊。哎呦，哎呦欸，哦，一堆汽油哎、欸。有了有了有了，哇，碎啦！好舒压哦，你看，这很舒压哎，一直在滋滋滋滋。可是他多久才有那个？应该要很久，这应该蛮。那我们下次来，我们记得带蓝调过来。对。然后我们现在就变成说，先把家里面那地方给扩充吧，因为我刚才买了一大堆种子嘛，对不对？啊，顺便去找阿妈，先找阿妈，找阿妈，先找阿妈。然后阿妈搞不好给你神奇蘑菇的种子，那能干嘛？就是做一些神奇的事情，让你看到从一个人变看到成三个人，对，自己家里面就看到变一家人这样子，没有错，有点可怕、啊。好想狩猎，我一定要把这个。没关系，他到时候这些生灵就生灵涂炭了。没有血流成河，生灵涂炭，血流成河。我要看到血流成河，不是因为核战争爆发，是因为有一个人类。对，然后就看到那个，就旁边有梗图，有没有？无聊，我要看到血流成河。没有，其实也大家不知道你最近有没有？我最近有看一个那个，就是。美国的实境秀啊，他就是不是那是美国吗？应该是美国实境秀，他就是在讲，就是说一群人有没有，他们到极地那边去生存，然后看谁可以生存比较久。灵异工具，对吧、啊？然后他就是里面他就需要那个猎鹿嘛，对。然后这个鹿呢，怎么讲？就是有一些就是人他在杀生的时候，他们会特别有感触这样子。为什么？因为他就是。他虽然说狩猎技巧很强，可是他不喜欢做那个无谓的杀生， oh. 所以他会希望就是可以给那个猎物一击毙命，一击毙命，不要让他过多的痛苦。对，哎、欸，应该有了吧？哦，茶的配方啊、哦，睡眠问题，注意力不集中。哎、欸，我没有睡眠问题、欸，哎，是吗？他就说空气某种东西造成，而且普通药草无法治愈。哎、欸，所以该不会政府？森林深处有一个叫瓜拉纳果，就是红色的水果，不难分辨。那看来他也没有给我们什么特别奖励啊。对啊，只给我茶的配方，而且茶还要到三之一才有办法弄。而且更多的工作要做。对。然后我们刚才提到那个就是杀生的东西啊。对。就是其实有一些猎人，他们并不是说真的喜欢杀戮才去这个怎么讲当猎人。对。其实他们有时候就是大家为了生存嘛，所以必须要去猎鹿，去猎杀，就是说狩猎其他生物的性命啊。嗯，你好，是不是在找我？是的，是的。安全数量，这个东西都还会引起安全系数的，所以收音机也会引起怀疑呢。对，所以材料是不是也不能放在那个、啊？看一下，它旁边会有血啊。看一下，这边都安全啊，安全，这边都零吧？狼皮居然是零呢，怎么回事？对啊，狼皮是零欸，太好笑了吧？可以，安全。然后他说你狼皮哪里来的？你没有啊，就朋友给的、啊。朋友给的，这还可以打开。所以这个收音机是不是也不行啊？不管，反正就先全部拿走吧。对啊，那个就拿走啊，拿去楼下放啊，翻过来啊。不用翻过来啊？为什么翻过来？哦，直接搬去楼下是不是？对啊，我这样直接去楼下啦。哦，这么大间可以吗？可以。体力不够吧？要两个小时。可是我们这样都没有考虑到通风设备。没有问，没有关系。哦，累了。你要喘不过来自由还是自由的束缚？你要喘不过来的自由还是喘不过来的束缚？你要两个都喘不过来。我要选择前者啊，喘不过来的自由、啊、都喘不过来啊，一个是物理上，一个是精神上的。睡，好暗的，睡得特别好，睡得好。哎，回太少了啦，要来了，怎么办？来了吗？这个安全等级也是一耶。家里不能存过多的水，你不能未雨绸缪啊，这是浪费社会资源。我连家里面有洗手台、啊、都会觉得有问题耶。当然啦、啊，
这政府管太远了吧？你管到哪里去啊？他怕你对不对？做什么什么科学实验啊？什么科学实验？有水就可以做科学实验？工山小，这政府头壳坏掉了吧？啊、嗯，对不对？这管到海边去了呢？他都把你管起来了，当然管到海边去啊。哦，也是啊。哎、欸，没电了，太多电了，太多东西在用电。这是电箱，可以检查所需用电的百分比哦。政府供应的电量有限，所以你要关闭某些设施才可以恢复供电哦。然后是建造自己的发电机来获取电量。所以其实哦，这还有电的问题呢。对啊，房间就一盏就一盏就搞定了。对，好、哦、好辛苦哦，我这怎么那么辛苦啊？这里为了自由，为了自由，尽自由，尽自由啊！对。我们要自由啊！那电力要怎么办啊？我觉得可能也稍等，那后期应该会有所谓的发电厂这种。发电厂，哇！你现在要处理的事情越来越多了。对啊，而且其实还不止发电厂、欸、嗯，你知道吗？后面还有一堆有的没的。对啊，嗯，该如何逃生？汽车、飞机、火箭，逃生计划要有灵感。灵感该不会就是拿那些东西啊？就是我们在路上收集到那些东西放进去里面啊？哦，是不是？那你放放看啊，你放那个石头嘞，铁，放铁，铁是要比较拢的啦。灵感可能真的要灵感，对，应该是就是真的要去找那些东西、啊。逃生灵感，就是我们不是有拿到什么书籍什么的吗？或者说解任务之后，人家不是会给你那些东西？对，所以应该就是要拿下去触发灵感。所以那个我们在预告片不是看到有那个火箭，所以我觉得应该后面什么火箭啊，真的是要造火箭就对。对啊，然后什么地铁这种东西有没有？嗯，对不对？弄一些很天马行空的，应该就是这样。这还没收成。哎、欸，怎么这么快？哇！哎、欸，先那个球棒，球棒应该不会怎样吧？打棒球啊！打棒球、啊。哎、欸，是今天搜查哦？怎么会今天来？哇，突袭检查、啊！哎、欸，他早一天哎、欸。房间怎么空了？应该不会吧？哦，还好我刚才速度够快。对啊。吓到我了。对，吓到我。突袭检查哎、欸！可是我手上拿这个球棒，他居然没有发现。哇！可遇品，你看，缺少生活物品。哎、欸欸，真的，他会清点呢、欸，他会清点虫哎。怀疑程度57%。我爆了，我要爆炸了 ！No！ 完了，我们被做记号了，被做记号，被做记号了。我们下一个时间，我们是被消失的。对，所以我们准备要下去了。哎、欸，所以他。床不能拿下去哎、欸，对，床不能拿下去，而且重点是你身上不能带球棒、啊。对啊，完了，那我们那个地下皇宫计划失败了。对，好，那我们先去矿坑吧，好不好？我要怎么办？那我们现在危险等级急速提升。嗯，我觉得应该有人跟我们做一样的事情，你信不信？然后所以他们都被消失啊。对，所以那些观众也被消失了。他们被消失了。那有被消失的观众朋友记得，而且我们现在正在带炸弹。有被消失的观众朋友在下面可以留言告诉我们，你是不是有被消失的迹象？一起取暖，这不是取暖了吧？准备要一起那个啦，手牵手共度黄泉，快笑死！没有，今天八号啦，你还跟我讲是昨天？对啊，我记得不是、啊，我记得今天是七号啊。没有，今天八号。那你看日历吗？他刚才上面写八号，所以你是不是政府派的内鬼？没有，不是。好，一样啊、哦，老矿西，我们先去。拿矿坑把它 往下探吧，对对不对？先把它找夹克，然后收集金属嘛，因为要收集15个金属才可以到二级森林。对，没有错，所以其实这是息息相关的、啊。好期待、哦、今天到底会有什么那个矿的收成？一大堆黄金，我们就财富自由了。对啊，财富自由啦！啊，我们没有带燃料来，这比比特币还要爽。哎、欸，挖矿、欸，这也是挖矿。哎呦，三个黄金，财富自由，财富自由。然后水紫水晶，哎呦呦呦，赞！哦，7个铁矿。欸、這樣是石头，石头不用拿了，石头可以把它变玻璃啊。先放着好，石头有点太重。矿井，球棒啊，你害死我啦！哎、欸，其实那时候应该把球棒先收起来，是不是？对，还是不能带身上？不能带身上。他会收身啊。哦，
他会收身啊。对，他会收身啊。那我连大便，如果刚好他现在收草，我在大便，他是不是就跑进来？他会检查你大便啊？什么东西检查我大便？他看你吃的东西是不是国家配的定量啊？对，没有那么凶吧？万一说发现，哎，我们国家没有禁玉米哦，我们国家是禁止进口玉米的，为什么你的便便里面有玉米？那为什么便便里面会有狼？对啊，你是走私玉米哦。我跟你讲，这个是可是大罪哦，颠覆国家之罪。我连吃什么都要被管，是不是？对啊，当然啊，不然你玉米哪里来的？我那不是玉米啊。那金针菇是不是？那金针菇啊，我们国家也没有金针菇啊。那个泼粪那个金针菇，哎、欸，这边有、欸，这也有，我开挖啦、啊。所以哇，可以这样狂收成。但我现在没有那么多油啊。哎、欸，那这样一天其实可以挖蛮多，就是一个晚上大概是要消费两桶油，所以我一天都准备四桶油，对，就可以给这两台机器跑，没有错，两倍的收成。两倍的快乐，那等一下下去下面那层又有一台，三倍的快乐，三倍的快乐，可是这边太暗了，看不到。不快乐，不快乐，不快乐，我觉得不好，我觉得不妙，不快乐，不快乐，很痛。蘑菇是这里，蘑菇发光啊！我会不会死在这里啊？我觉得蘑菇你不要拿走吧。不行，我要拿蘑菇啊！消摊就对了。再来啊！哎、欸，它比较硬、欸、再来啊，它比较硬哎、欸。等级比较高吧？对，嗯，你知道为什么它等级比较高吗？为什么？因为我们刚才打的是一般的老鼠嘛，然后这边的老鼠是什么老鼠？你知道吗？变种巨鼠吗？就是有很多律师团队的那個老鼠，所以比较难打。这官司你打不赢的，官司打不赢、啊，所以自己大家小心一点。这种老鼠，刚刚那种老鼠最好不要招惹它，最好不要招惹它，不然你会被高脱裤。能闪则闪，能避则避，你会被高脱裤哦。啊，怎么办？我真的是。听信皮弟的谗言。不是啊，我最近呢，今天是一月、啊，不是，我是说什么家徒四壁法，家徒四壁法是不是？家徒四壁法完全没用啊！啊 okay. 好了 ，OK 了，那我们差不多今天也算告个段落了嘛，对不对？然后呢，今天发生了很多事情，包含说皮弟的这个家徒四壁法被那个政府官员发现了。他说你为什么一乱，你的家具怎么不见了？对，有问题，有问题啊、哦嗯。然后包含说我们有帮忙这个找到阿嬷的香菇，阿嬷的香菇，阿嬷香菇，他跟我们讲说，其实我们这个还不够，还需要找那个异国植物、啊，异国水果，它可以帮你安抚你的精神。对，所以我们准备值就应该可以加高，对，好不好？那最后面还发现这个鲍勃它。里面有那个鲍勃是我们的同类，对，应该是跟我们是有同个阵线的，好不好 ？OK 啦，那我们今天先到这边。然后，如果喜欢这部影片的话，不要忘记帮我按赞、订阅、分享，还有小铃铛啦。对，那下一次如果说有什么样建议的话，也可以在留言下面告诉我们。包含说加入四壁法真的不好用，还是说有更好方法？比如说大家有更酷、更炫的这个躲藏法，然后可以帮我们把这个地下帝国搞定。因为我现在这间房间是我们那个起居室嘛，它现在变笼室了，笼室了，现在已经完全没用了，完全没用。所以我帮拿来干嘛？大家给我点建议吧，好不好？哦，好，就先这样了。那我是老皮，皮弟，我们下次再见喽，拜拜，来困。